你说会有人来吗？嘘，有人来了。就追过来了，新四军是吃素的呀，快把我藏起来啊，粥里能藏人吗？ 那怎么办呢？救你的，天高皇帝远，怎么救啊？废话，快绑架我！来人呐，救命啊！不让开，让开！沈科长，你打死他！沈科长，救命、啊！后退，退！沈科长，快救救我，救救我呀！姓范的，我拜托你了，瞪大你那小眼睛看看，你跑不了了，赶紧放人投降！沈应杰，我警告你！现在是国共合作，本特派员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派来执行特殊任务的。你血口喷人，让开，让我出去！救我呀，沈科长，沈科长，救救我呀！姓范的，你只要交枪投降，我可以不杀你；要不然，不管你耍什么花招，我都发誓，
一定会让你死得很难看的。你保证不开枪？哼，那要看你想不想死。别开枪，我不想死，我一点都不想死。屠龙是谁啊？沈科长，沈科长，没错，我是沈英杰。救我，救我！我肯定会救你的，我就没想打死你，是你自己撞到我的子弹上了。沈科长，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。只要你救我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。什么秘密？我会救你的。我雇了一个江湖杀手，叫屠龙。屠龙准备在你们黄司令到了以后，到时候干掉戴遂昌。江湖杀手，屠龙现在在什么地方？在虎山镇。他长什么样？他具体藏在什么地方？他，你快说呀！他是个什么？他是个什么？阿医生！雕虫小技，也敢在本小姐面前卖弄？你是花小姐，怎么成了乞丐婆了？你还认得本小姐？那屠龙呢？他没来吗？乌鸦先生，你懂不懂江湖规矩？
规矩？我怎么了？屠龙做事独来独往，咱们有约在先，你不过问和不插手，到时候屠龙会信守承诺，交出戴遂昌的脑袋。请问，你跟到湖山来做啥？胆敢来监视屠龙吗？哎，这我们说好的，是我先救戴遂昌，救不出来，再请屠龙出手。既然要救，那我当然得来湖山了。哼，那这笔生意怎么算账呢？不就是钱吗？这么着，如果我救成了，我付的定金不用退了；如果救不成，再请屠龙先生出手。一句话，戴遂昌活，定金不退；戴遂昌死，无论是屠龙做掉的还是日军追杀的，你都得付全款。这个算盘打得够精的呀！屠龙想借刀杀人，坐收渔利。哼，那是屠龙的本事。我告诉你，你救不了戴遂昌的。等着付钱吧。哎，不是，这屠龙到现在藏头缩尾不见人，就派你这个花姑娘，不是花小姐，扮成乞丐婆来忽悠我，你们让我怎么放心呢？屠龙一诺千金，从不失信于人。哎。开枪！小宝，回家吃饭了。小宝，你妈叫你回家吃饭。哦。哎呀，两位小朋友的警惕性可真高啊！叫什么名字啊？住哪儿啊？我叫小宝，他叫阿福，我们住在那里。哦，好好好。叔叔，你在这里干什么呀？啊，你看啊，这个风筝啊是叔叔自己做的，好不好看？好看，真好看。那叔叔来教你们怎么样放风筝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哎，那拿着，走走走，咱们到那儿去啊。好，走。好玩啊！
外的内鬼就是你。来了，老肖，我看你灯亮着，就过来找你。啥事这么急啊？沈科长他不让我参加今天晚上的行动，你帮我跟他说说情呗。是沈科长关心你，你别看他平时对你凶巴巴的，其实啊，老肖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啊？我没意思啊。你，肖股长，沈科长叫你赶快去。哦，好，我走了。